这会儿和老爸老妈上地去薅草去，地种完了，苗也出来了，但是草也长出来了。药打完了，有的草没药干净。你坐那凳吗？你去啊。嗯，我也去。你跟我爸戴的帽子是一样的。这会儿还挺凉快。正好坐这块儿吧。嗯，正好到地边了，这边就是土道了，不好开。马莲开花21，看这马莲花，这一趟路可多马莲和车前草了。小的时候总挖车前草，现在没人挖了，就是这片地了。这还不荒，这都这么多草了还不荒？你在农村谁家的地要荒都让人笑话。小的时候都在地里薅过草吧。80后、90后，刨过坑，种过地，然后埋坑，点种子。小的时候放暑假啥的了，都常干的。5、11，劳动节。离屯子越来越远了。待会儿回去做啥吃啊？妈，哎，煮点大碴子吧。爸，你爱吃大碴子吗？好几天没煮。明天来一顿还中。好几天没煮了。肯定来一顿，菜吃吧，吃啥都行啊！我是越往地头草越多呀，就这头啊，这头一秃了。哎呀妈，看这草，赶上种的，啥小臭姑娘的。突然就下雨了，这老妈泡好的爆米碴子泡了是一盆，然后给我婆婆拿去一半。一会儿就先把爆米碴子煮上，这片上不了地了，好吗？我看你吃了吃了，吃了吃了也去不了，还吃了吃了。一份碴子四份水，一会儿酱点小土豆呗吗？嗯。泡点这长豆角，放这土豆猴里。这也好吃，再放芹菜也好吃。这些都泡上，都泡上。完了，再泡点土豆猴，一会儿洗洗。这土豆不用去皮儿啊，酱土豆。搁点五花肉。嗯，够了吧？这些够了，这还不够，这一小盆儿。大碴子好了，这会儿天都要黑了。我起来，来起来。黏黏糊糊的大碴子。趁下雨摘完得了，这还没摘完呢。嗯，煮大碴这功夫，我爸和我妈上地摘了2颗爆米苗，下雨了才回来。摘4筐。还有苗吗？还有，嗯。开始做酱土豆，先炒五花肉，五花肉皮，割肉皮也行，割肉皮就后方肉皮啊。我炒出油来。原来有肉皮，忘了。可多道了。小土豆不用去皮儿，一直炒一直炒，炒的有点抽巴了，然后再放料。切的葱姜，还有干辣椒，倒点花椒面，倒点酱，嗯，泡好的干辣椒，辣椒忘放了。这辣椒其实应该和土豆一起炒，炒成虎皮状。现在扒两个也行，再放点葱姜，嗯，加水，盖锅，看这小嫂，这里边搁肉皮好吃，你们做的话可以搁点肉皮啊。这条土豆给它凉透了吃，梗啾的可好吃了，我愿意吃凉的。这一盘啊，老妈自己吃，也就是3顿吧。这明天早上就没了，明天早上就没。今天这顿饭是我妈的最爱，爆米碴子搭配这小酱菜。提前盛出爆米碴子，现在凉了，正好吃。爆米碴凉了，好吃吧？如果火烧的好，我在家烧火的。没有天汤没有。我没添汤，但是又放了一根木头，然后放个纸壳子，要不然不着了。这个最咸的不到，这个就是内黄瓜吧？嗯。这个我惦记吃，最咸。这我儿子还担心我，这么晚没回。肉炒干了啊。嗯。用土豆是凉的，好吃。你等着用苗啊。他做的。哎呀妈。这是什么名？我种的生芽的苞米，不知道出没出一步了，不下午去看看去。白吃，就算白吃。
在外说你讲完了，去摘去，还得往回种。嗯，大东边种，大西边的都没有。